经过十二年的进宫子重耳，逃过了继母的加害，又面临兄弟的追杀，无奈再次踏上了不可预期的逃亡之旅。在苦其心志、劳其筋骨、饿其体肤的七年颠沛磨难中，年届花甲的重耳。 回去休息吧。糊涂大人不是说，伯弟三天以后才上路吗？不，伯弟这个人就像一条疯狗，他肯定早已上路了。那好吧，我先去睡一会儿。哎，不过你们睡觉之前，一定要叫醒我。放心吧，进国那么远，再快，也不可能今晚就到。去吧。 这些年来，父亲天天盼着糊涂大人从晋国送来的消息。没想到，消息来了，不是让你回国称君，却是三天后有人要来杀你。这和我重耳不是生在寻常百姓家中。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夫君如此匆匆而去，一路上若是连个栖身之地都没有，可怎么办呢？魏国有我，同为姬姓后人，齐国又招贤纳士，他们都会收留我的。
别担心，是赵醉。夫君难道就没想过早日回晋国吗？怎么能不想呢？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会来接你的，等着我。不知妾要等到何年何月呀？等我25年，你先尝了。不长，25年后，我坟上的树也许还不算太高，我的尸骨也许还没烂完。我一定等你回来就是了。25年了，要把两个孩子安顿好。要让他跑了，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，已经55岁的重耳踏上了无家可归的流亡之旅，险阻重重，前途未卜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啊，水，有水吗？没了。水，我要水。公子，水用光了。咱们来者可是晋公子重耳？正是。您是何人？委不上卿明诉。拜见上卿大夫，重耳欲求见魏侯，请公子稍后。多谢。好大的架子，连城楼都不下。胡毛，既然有求于人，就不必太苛求了。能让咱们进城喝口水就不错。哎，魏文公出来了。重耳，拜见魏侯。重耳恭祝魏侯眉寿万年。魏侯与我同为姬姓后人，他们一定会放我们进去的。重耳感谢魏侯，
请晋国逃亡公子重耳速速离开魏国国境。走开！走开！公子，走吧。恕不远送。重耳，记住了你们这些势利小人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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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子。老人家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五路。五路？那么离齐国不远了吧？老人家，能给口吃的吗？你可真有本事，你是怎么要来的？我叫了一声母亲，那妇人看看我说：“哎，你还真有点像我的儿子。”我说：“儿子饿了，当母亲的不会不管吧？”哎，他就给我一把豆子。哎，快把豆子给公子吃。对呀、快拿来，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了。哎，他没给你们豆子。哎呀，要是给了还跟你要。嗨，他就给了一小把，我一下子都给吞了。哎呀，哎，公子。两位老人家，我们都是晋国人。如今流亡在外，饥饿难忍。这二位老人，这你们想必都有儿子吧？我们都好比你们的儿子，这当父亲的总不能让自己的儿子挨饿吧？给点吃的吧，啊？
们俩的儿子，不会挨饿喽。那，两位老人家，既然你们的儿子不挨饿受罪，想必全家温饱。公卿，分点充饥的食物给我们吧。是啊。你不是种地的吧？王侯官宦，公子王孙，你眼睛瞎了？这，我们这把年纪，要是有儿子，还能干这么重的活吗？那你们的儿子就在我们脚下踩着呢，早变成泥土了。听说过我们魏国有个好鹤的国君吗？他把白鹤看得比社稷更珍贵，比我们农夫更珍贵。北狄杀来了，白鹤全飞了，先君的命也丢了。我们的儿子不是中了敌兵的箭，就是垫了敌兵的马蹄，就剩下我们这些个土埋半截子的，只能活着继续受罪。魏一公好贺倒是有所耳闻，不过没想到竟是如此的误国害民呢。呸！你也是堂堂七尺男儿，要饭能活几天呐？我们只求充饥一时，也好赶路。一时？哪个王侯不是贪图一时？哪个王侯能想到死后的灾难呢？老人家，倘若我能活下来，我定要让天下的子民安居乐业。你？看你还挺认真的，不过你许诺给我们的都是虚的，没什么用。我能给你的倒是实的。给你，拿去吃啊。你敢对我如此无礼？哎，公子，傻瓜，我是叫你掂掂我的土块和你的许愿，哪一个最有分量？公子，公子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这是天意呀！天意，这是什么？是土，土神是社，这就是社稷呀！上天借着两位老农之手授土于公子，是让公子主持江山社稷啊。就是社稷嘛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苍天哪！
你难道真的是这样想的吗？把肉味给忘了，我们还以为你跑了呢。这汤从哪儿弄的？公子，再喝一两口。不，我喝的太多了。来，还是大家分着吃吧。来来，对对，来来来，大家吃点，吃点好赶路。公，再走几天就到齐国了。大家赶快吃吧。既然我是受命于天的，就请各位。还是遵我之命吧。好，我喝。我怎么就要不来呢？幸亏呀，不是你要的，不然呐，就早都灌进你自己的肚子喽。你干嘛老揭人短呢？你看一口没喝吧？对对，你是有功之臣，应该多喝点。来，子推，来，这让公子再喝几回。来，子推，你喝吧，你喝吧，你救了我们大家的命。是啊。哎呀，你有什么不舍得？你别不舍得，来，喝点，来喝，喝呀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腿上有血。你这肉是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偷肉？挨打了？算了，谁也别说介子推了。偷了人家的东西，把这个拿着，还给人。快去！我们虽然流浪在外，但不是鸡鸣狗盗之徒。拿着，去啊！快去！崔介子推，公子息怒，介子推绝对不是那种人。是啊。难道他是割自己腿上的肉煮的汤吗？什么？介子推，介子推，子推，介子推。上天哪！你既然授予我天命，可为什么还这样折磨我？
前644年，重耳一行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齐桓公治下的齐国。齐桓公不愧是中原的霸主，对重耳这位逃亡公子以厚礼相待，赠车马20乘，还把宗室之女齐姜嫁给了重耳。在齐国享受了近5年的舒适生活，这位历经苦难的逃亡公子看来似乎心满意足了。然而这并不是命运最终的安排。谁啊？公子，齐侯小白被人杀死了。没想到齐国竟乱成这样，王室之乱，周而复始，究竟何时可了？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齐国已乱，已非久留之地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蒙恬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宋国大军正护送齐国太子昭杀进都城，以继君位了。快去关好大门。好。公子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夫人有请公子。公子，还是早做准备吧。告诉夫人，不必害怕乱兵，我这就来。是。小点声，夫人不愿意让我离他而去。公子是不是也不愿意离开夫人？你这叫什么话？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够长的，不必多言了。我与夫人生死相依，志在天伦之乐，哪也不去。公子，难道这19年的苦？19年的苦怎么了？风云变幻，争权夺位，我已经看够了，厌倦了。公子，算了。齐桓公如何？左有鲍叔牙，右有管仲，征战南北，可给称兄一霸了。可事到如今，死在宫中67天了，竟无人过问。你们替我想一想，祸福无常，全在天命，让我再受流离之苦，为的究竟是什么？我和公子，为什么不说？我杀了你，夫人别，夫人，thank you.
难得这么好的兴致，公子多喝几杯，一醉方休。那是酒，一个敌国的酒，好喝多了。在敌国住了十二年，难道公子就真的不再想念那掳来的美人纪委了？是想睡了吧？我那就再多喝几杯。酒什么味儿？我已经记不得了。真是天赐良机啊！快走，把公子直接抬到车上。哎，对，千万不要伤害夫人。要是夫人不让公子走怎么办？是啊。那就只好委屈他了。走，好。夫人，大夫人，快点过来。是。就这么走了？啊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为什么不先把我捆上？我们。你们是想连夜离开齐国，对吗？这谁敢无礼？残奴，出来！夫人，你们恐怕不认识他吧？他就是奉新国君太子昭之命，在此秘密监视。你们白天在桑树下说的那些话，他全听见了。你们跟随公子逃离晋国已经十九年了，好不容易在这儿安了一个家，眼看着公子已经是六十几岁的人了，还要去流浪。再说也是无用，赵崔告辞。先生何必匆忙？残奴在，你禀告国君了吗？还不曾禀报，奴婢只等夫人发话。那好，你过来。夫人，残奴，别怨我。只因我夫君是晋国的公子，我不能不为我夫君和晋国的前程着想。夫人，多谢夫人。红毛丸，来。公子醒来，若降罪于你们怎么办？
那就听天由命吧。公子舍不得我，他定会返回齐国来找我。你们想过没有？这只有这样，公子才不会再有退路。夫人，夫人，走开！让我再看一眼。把我放在车上，回去，马上给我回去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，回不去了。我们离开临淄已有千余里，到了曹国的地界。是。什么？这是在劫持我，公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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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死你！公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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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拦我者死！公子！公子！放开我！公子！公子！今日你敢劫持我！明天你就该杀了我！你算什么忠臣？你踩死了我的家庭，你无你何用？公子，劫公可出奇，是我等四人所为，岂止胡彦一人之罪？公子要杀胡彦，我等愿一同赴死。你不能再回齐国了。夫人知公子，公子不知夫人呐。公子只知夫人为天下罕见的美女，可不知道夫人是天下罕见的大义之人。大义之人是夫人，杀死了齐国派来监视公子的奴婢，把公子灌醉，以成全我们逃出齐国。为了斩断情缘，了却公子返回齐国的牵念，夫人她已经怎么？她望着还在酩酊大醉的公子你，拔剑自刎了。啊！爹！
从而对天发声，为晋国社稷大业，为先祖荣耀，从而矢志不移，虽九死而无悔。被众人劫离齐国的重耳，之后又到过宋、曹、郑等国，在宋国受到宋襄公的款待，在曹国遭到曹共公的侮辱，在郑国险遭杀害，一城又一城，流亡仍在继续。别动，还没看清楚呢。你是曹国，曹国君，看见了。他们都说你重耳是天人异象，不仅每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，就连肋骨也是连在一起的。这实在太令人好奇了。你肋骨真是块平板吗？啊，来，让我摸摸，看在曹晋同姓的份上，你就让我摸一下啊，这就摸一下。好，这就摸着了，这就摸着了。你别废话，曹公子，你别。公子，这是……我是在想，将来怎样攻打曹国和魏国。哦，像曹伯和魏侯这样的昏主，必须有一个应得的下场。明主立，而天下兴。恭喜公子！恭喜什么？蚕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变成了蛹，更不知道自己还能变成鹅。走。曲折漫长的流亡生活，渐渐重塑了一个新的虫儿。在他胸中，一个强大的晋国已经呼之欲出了。